哦，破状元桥了，破状元桥，啊啊！途经平建的那种破状元桥，由街然后破状元桥，经过虎泉路、忠义路，然后友爱街，再到南门路，然后进台南孔庙，全台所学台南孔庙。关照义和正法，然后经历中央宗教，第三法官正法，府城单位，台南府城单位共同来举办。啊，我们就出大城隍了。